好了，别这样子，我们今天要认真的介绍我身后的乐手，因为其实我来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初次跟我合作，我其实心里都很感动，因为他们每个人表现的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要一一从我的左手边开始跟大家介绍。首先呢，是我们的键盘手，当然也是我们的音乐总监 Sandy，Hello。听到我很多该在哪里下歌啊，然后如何可以表现得更好，所以很谢谢 Sandy。那么我们介绍我们第一位的吉他手 Max， 谢谢。那个认知，我和你呀、存在一种危险关系 ，right？ He doesn'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, so it's okay, it's okay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吉他手呢是 Nozomi。刚刚那首歌就是那个 Daydreamer， 也是这个 Nozomi 啊，就是。Look at my eyes, watch my eyes, yeah。所以他就是我都会很怕往哪个地方，他都会跟着我。所以我真的很开心。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鼓手，我刚才唱的很嗨，都是他带动我的气氛。Bianca， 那我们介绍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唯一的 bass。手游 Billy， 对，然后呢，当然我们乐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另外一位的键盘手，我们的雨虹，谢谢你。要再隆重介绍今天的和声组，他们是很可爱的一群小朋友，然后我就一一的介绍雨振 ，Hello， 你好。宏宇，亚雷，谢谢你。梦圆，谢谢。苏谦 ，Hello， 非常非常的谢谢。那因为这个英文字呢，我必须要学会那个发音，否则这个名字挺少见的。我们的 DJ。Just wait a moment. 这是拼错了吗 ？Valentine, V A L E N T I J N. Valentine. 这个拼错了吧 ？V A L E N T I J N.拼错了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情人节的那个 Valentine 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谢谢 DJ Valentine。哇，谢谢 ，Sorry，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怎么念。其实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兴奋，站在这边分享我的音乐给大家，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唱，所以。不要失望，也许好戏在后头。不，我说，也许怎么自爆了？也许会有下一次的机会，我们大家再见面。带来这首《这一路走来》。心里很清楚，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。
最初的坦地的洋葱香。